你找12月18号9:09。我们来看看我们台湾大乐透，我们获利为什么会获利？因为我们12月6号，12月19号预计开的是第六次，在12月15号我们已经开过的是5期，5次中2次，全车中2次，玩1次可以玩16次，3星可以玩25次，我们2、3星也中了2次。到目前为止上个礼拜二礼拜五我们是没中的，我们大乐透获利非常高。在上个礼拜11月底我们第7次做大乐透开始，我们连中2组3星啊，大家赚翻了啊。但是539表现不是很好，但是也不会赔什么钱，减掉539那我们还赚了很多钱啊，我们大概赚了3万多块钱。那么扣掉港号，我们5次没报了，港号啊是一个礼拜开3次，我们最近这2次都没报，礼拜二报完后就没报啊，不稳就不报牌啊，明天看情形看有没有牌再决定报不报。